你昨天晚上不是睡这的吧？哎呦，我都不知道。起来干活了，请的人都来干活了，你还在这干嘛？睡在这里。哎呦，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多了？我昨天晚上很早上就睡了，喝多了。反正锅里一锅的，我刚你洗好把了我一一个个人嘛。扔在这个沙发上，我早就去睡了，我还扔。床上少了一个人，你 都不你知早上肯定起来了，下来道。啊，了，然后就躺在这里，是不嘿是？嘿嘿嘿嘿，骗我我。床上少了一个人，你都不知道。干活，人家都来了。还没醒酒啊。哎，我拿点姜给你吧，那个糖醋的，我喝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，等着啊。快点，这是他们你们自己开的。嗯。对对的，看能不能好一点。啊，快点赶紧干活，快点，我一个人在这里，等等我，人家今天做不完，快打开水来，打开一点，我就这样灌进去。起来，我吃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要不要喝点汤？有用吗？赶紧吃点，赶紧去干活，提神。你先去吧。干啥真开胃啊？赶紧去，赶紧去！人家都来干活了，还躺在这里。非要给这个我吃，我想休息一下。休什么休啊？那么多，我先去了。更衣，我还指望你。在这个时候赚点钱过年好干，我去湖北呢，买我点想去湖北过个年的。睡一觉。更衣，来来来，我喝喝喝喝喝喝喝，饿了啊！坏了，我说你这个衣服真的好小，小一百脱，块。从我那天买的，现在天天穿着。更衣，这才是你该穿的，知道吗？干活干活。好点了不？好点，好多了。腌制一下啊。嗯，把它的水分腌出来，然后再放在这个叫什么肚皮呢，在里面去晾干，然常后就温可以下装去罐。晾干，对，这样就比较保存的久一点。对嘛，这样才像你嘛，别喝了酒误事，我跟你讲，几百斤身家被你搞坏了，那就完蛋了。就是没喝多，就是有点头疼，好吧。南瓜，什么姜？这是好南瓜。这是好吃，就是南瓜。那你从面这个，从这几个动，要一点点一点点刮，要刮干净，才漂亮。上次买了100斤，还觉得多。看到这真的400斤了，真的是头都大了。哎，再要指望这几个人去弄，这我估计要弄到烂了都弄不出来。一直在。有句话叫做“这么多还是老的辣”，听阿姨们教，都教我们用那种少先进的方法，没有我们那么笨拙的方法。速度太多了，哎，太多了，数量太多了，所以昨天就没弄完。洗着洗着又天黑了。开始做饭了，请阿姨过来做饭，一个拿今天拿了北瓜过来，然后还买了一点这个便宜卖给我的这个什么呀，脚板树红薯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长得像脚板一样，应该是一张脚板树这么大。这个北瓜我小舅最喜欢吃了，北瓜好吃，啥都喜欢吃，好甜，我也喜欢吃。拿过来的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小舅就是高兴的不得了。好甜，这个炒的。晚上吃北瓜，吃北瓜干活有体力啊。有啊。啊、哦。我们干活的人都不计较，你是吧？你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再搞，等下吃白饭。白饭我喜欢弄的。哎呦，这都吃算了，这是。这都不得了了，这要吃白饭了，这晚上。麻烦了，这好，这好难削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削。吃是好吃，弄起来好难弄，好硬啊，滑溜的，手掌粗，手掌粗，它是一个叉一个叉的耶，跟手跟那个脚板一样。你看，削好了，告诉我要去哪里吃饭呀？我也没听清楚。熬了一个汤，你们先吃完去学校。那萌萌看着吃也。口水流出来了，要盛了一碗着吃。毛毛，
这么听话呀？嗯，快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我们开始比赛，跟姐姐比赛。这一碗汤吃的干干净净的啊，把这个萝卜肉吃掉。厨房高压锅里面还有，要汤还是倒啊？看我吃这么多肉。嗯，快吃，吃完就去盛。原来是到老大家里吃饭，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好香。